的味道吗？哎，我觉得这家店会让贵妇很嗨，是因为呢，它都有这样子的梗。小姐，我看到你的戒指了，你要拿着你的手指指着它。好，我来指着醉蟹给大家看，骚包，这是醉蟹哦。王师傅，你有看到会冒烟的醉蟹吗？再转，再转，再转，而且在花丛中哦。香香的味道，嗯，来，打开来，你可以看起来生的。有没有？它是醉蟹，而且好漂亮哦，这灯光好美哦，好惊艳哦！你看，王师傅笑成这样。他会建议我们这样搭上，自己搭上去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看嘴巴够不够。嗯，哥哥，你倒一片，搭一片，搭一片，对，好玩呐、啊！贵妇餐厅本来就是要玩耍，搭一片。然后Jimmy笑出来。然后贵妇，来让我看一下叉烧肉。我看一下叉烧肉的表现怎么样？看起来有很 juicy 吗，哥？嗯。叉烧肉不可能 juicy， 因为它是烤的，怎么好？你咬一口。看如何搭不搭？嗯，怕他咬不住。那我对不起你哦，哥。好啊，咬不住。咬一口牛筋面，贵妇餐厅的牛筋面哦。有番茄。哦，好。很香哎。很香哦，而且温度很高哦，他还怕我们被烫伤。那已经放了快十分钟了。所以是一种另类的糖醋排骨吗？它有加金桔酱调味。金桔酱调味。它写金桔，是不是金桔酱？还是它用这个金桔？好，小金桔。金桔有看到在这边哦。小金桔嗯，好，哥哥你吃一块，看它是不是大家喜欢的糖醋排骨？咔啦咔啦。我要找一块最亮。这块啊，这块。不是，油亮亮这块、啊嗯，这块是、啊、不是这块、啊？好，你拿。哇，我及格。还有那个了。看颜色就赏心悦目了，对不对？有软软啊，香香啊。它算不算糖醋？算蜜汁。哦，蜜汁。但是带一点那个果香味。哦，好。招牌。新竹大味牛小排。牛小排，就是比较创新的牛小排。哦，哎，它这个盘子都好，盘子都好漂亮啊！不要，它这个盘子都好大气哦。这个中餐厨师，我们老板还蛮很欣赏他。哇，他的菜都好有临场感哦。你知道什么叫金箔饭吗？打泡肉的酱叫金箔饭。我本来心想说金箔，金箔饭。哦，金箔饭，金箔饭。好，来，这道你要介绍一下吗？好 ，Jimmy， 你帮我拿一下，因为 Jimmy 拿起来才会知道这个战斧猪排有多么的巨大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么巨大哦？后面还有一只蝴蝶飞过去哦。小姐可以接受。哇！靠推到跳上去。哦，真的！有了有了，它在跳，它在跳，我看到了。有猫咪，你看要去扑蝴蝶了。你看它。你看他又发现了，又发现了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好可爱哦！猫咪要去追东西。一二，哎，这只兔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嗯，耶！原来如此，所以它是有故事性的哦。很有感觉哦，在哪里？一通公园的对面哦，